界各地原始点公益推广的家人们，大家新年好。新的一年就要开始了，在这辞旧迎新之际，我代表基金会向工作在世界各地的原始点志工们致以节日问候，感恩大家过去一年来为原始点公益推广所做的一切。原始点公益推广工作到现在已经十几年了，这些年来随着原始点理论的不断完善，原始点健康手册的正式出版，原始点公益推广工作也逐步纳入了规范有序的发展轨道。不忘初心，方得始终，在以后的工作中，原始点推广依然立足公益服务，面向大众，以人为本，以病为师，向着解决当代人所有的病苦，为后人留下一条活路。只要人类的病苦一天未能消除，我们的努力就一天不会停歇。把发现人才和培养人才作为原始点推广工作的重点，扎扎实实打好原始点公益推广的基础，全心全意为民众健康服务。我们不会在乎别人的评价，也不会记挂荣辱得失。我们从来没有想过用世俗的价值观来衡量所有的付出与回报。前进的道路难免风霜雨雪，考验的课题也还会不断继续。只要我们具足甘为天下百姓的健康真诚付出的爱心与悲心，就无所畏惧任何困难和艰辛。新年的钟声已经敲响，我们真诚祈愿，愿原始点早日惠泽天下，愿世界和谐，大众健康。谢谢。